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韩丽还有罗伊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两颗奇趣蛋玩，一颗小猪侠奇趣蛋，还有一颗超大的小公主苏菲亚奇趣蛋。我们比较看一看，哇哦，大奇趣蛋要比小奇趣蛋大好多啊！像这一颗猪侠奇趣蛋。包装上面有超人墙、内脏精美玩具，还有助心饼干。这个超人墙是立体的，是凸出来的，是一颗铁盒奇趣蛋，里面有巧克力味助心饼干。打开奇趣蛋，这是一包巧克力味助心饼干，里面是巧克力夹心饼干，好可口啊，好脆，好香。包装里面是猪猪侠车车，拆出来玩一玩。哇哇，好漂亮的红色猪猪侠车车，这是一辆回力车车。再拆一这颗超级大的小公主苏菲亚奇趣蛋，包装上面有可爱又漂亮的苏菲亚小公主，她穿着一件紫色裙子，手里面拿着包包，好开心的苏菲亚。是一颗铁盒奇趣蛋，这面也有苏菲亚，里面有任性饼干加西西果冻，还有好玩的玩具。这是一个存钱罐，这里是硬币投入口。很实用的奇趣蛋，我们拆完了奇趣蛋，还可以当做存钱罐使用。下面的贴纸也打开，小朋友们喜欢存钱吗？存钱可以帮助小朋友学会更好的理财啊！哇，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。这是一包饼干，饼干上面有图画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好香好甜，好脆的饼干。还有两个西西果冻，是凯蒂猫西西果冻。这是一只小猴子玩具，是一个捏捏熊小猴子，一只黄色小猴子，它的手里面抱着桃子。哇哦，好响啊，好好玩，好可爱的小猴子。这个小猴子也可以当做一个洗澡玩具玩，可以陪小朋友一起洗澡哦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
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